瑞卫国际。2023年2月2日，新加坡，全新总部盛大开幕，同步启动2月重头戏，引爆市场的震撼弹，群马齐飞，讲师培训会，强势回归。瑞卫国际创办人林文峰先生亲自授课，长达20个小时，重点培训，前所未有的突破。100场群马齐飞领袖培训会，飞马级别讲师层层传递培训要点，力学多行，精进不休。2023年2月，群马齐飞。